Hello， 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季老师。前两天在微博发了一组照片，是穿着一个类似和服的衣服，然后很多老婆都让我出那个色调教程。这组照片其实和我平时的风格也不太一样，可能是小清新久了吧，就是想换换风格，换换口味。那废话就不多说了，我赶紧修给你们看。我们这期要用到的软件是 Mix， 首先先调整一下照片的基本参数，加一点曝光，然后减少自然饱和度，加一点美肤，在效果的选项当中选时尚，然后它这个 F10 的滤镜应该就是有柔光特效的，稍微调整一下。那种照片看上去阳光灿烂的感觉呢，是在纹理的炫光选项当中选择，它有很多种炫光，选择这个吧，然后可以调整角度，让这个光斑看上去自然一点。然后保存照片之后呢，还可以保存这个照片的滤镜，等一下统一处理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。导入照片之后，在自定义里面找刚刚保存的滤镜，因为每张照片拍照的时候环境不一样，所以在选自定义滤镜之后呢，也要适当的根据照片本身来调节一下各种参数。我觉得用了这个复古柔光滤镜之后，和原来的照片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好啦，这期的复古柔光教程就到这儿，欢迎老婆们来交作业。想学更多的修图技巧，就继续关注我的视频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